使徒打这个阵容，你也是纯粹想玩？是的，是吧？我猜猜也是的，因为这个阵容感觉使徒不占优啊。是的，就是想打一把啊，就想打一把。对，好嘞。沉默下来，好的。不急。哎，你带的是赃狂？好舒服啊！是的，我带的是张狂，因为我怕他直接坐车，我来不及。啊！张狂使徒比较少见呀、啊。对的，这个佣兵，说实话，他在松手的那一刻，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又看到他了。哎。一刀追双倒，这波的话应该是不太能够拦得住这个佣兵的吧？刚才，嗯，是拦不住，但是我有传送。哎，怎么每个都打得这么好啊？那弟弟没送。今天感觉十局打下来应该总共跑两个，白鹿38杀，就简简单单的38杀。哦，人被偷了！哎呦，乖，哎，他怎么不救呢？好神奇。是不是忘记了什么呀？他这波是什么想法呀？这波可能是想玩吧，那个猫了、啊、应该没什么机会了。那你下一只猫他沉默也就可以了呀。哎呦，赢，再等一只呗。我可以等呀，是有传送的呀，什么人。啊，那这波还行，拖起来了，失误了，这波空刀了有点，哎、啊，没打好。不过问题其实还好，不是很大。好吗？不太好。他这里一波电击修了很多。对。哦，机子有点拦不住了。是的。嗯，没抬，想往里面走的。这两个应该是娃娃的。好、哦，没有个佣兵，打不好打。里面只有一个后腕。哇，大哥你这样的。没开始修了。哎，没跳过来，好神奇。转岛传送吧。提前松手了，这个人防的还可以。可以。嗯，这里。刚才。
彩佣兵是吃双岛的，如果这个佣兵是教自己的话，他们这边就比较麻烦了。是的。摸起来的。那边带修了，金二没枪，金二有可能有个护肘，小心一点。你是准备出去拦他吗？是。有没有人？这边没有，可能是从这边来。我这边看一眼，我看到佣兵，又看到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头发我也看到了。接冲，有点灰。嗯，还有四杀的可能，三杀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，还有四杀的可能性吗？你觉得？有一点吧。如果这个佣兵连续去的话，现在就有机会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！哎呦！差点一个完美收官。嗯，没事，那这把佣兵大概率是没自己，有自己也没什么用，他战役很多。